2021年脱口秀大街正式建成，老住户还在敲门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脱口秀大会又要开始了。赶快出我的新稿去。哎呀，出来搞笑啊，就只有一个宗旨，安全第一。懂了吗？哟，这不是建国吗？他在遛左肉。今年我终于不是一个人了。嗨，言一言月，为什么一起叫啊？是不是分不清我们呢？能不能给我们两间房了？谁说双胞胎只能住一间房？哎，好久不见。哎，什么？有人说微波炉致癌，让你不要用，这纯属谣言。好耀眼，同样耀眼的还有。别拍了，哥，别拍了。哪有时间配合你拍这些？还没稿呢，让我写会稿行吗？不拍了啊，不拍。钱大王已经这样了，那钱大王呢？这位住户怎么了？情绪有点激动了。快把保护泡沫打在公屏上。哎，老师，你怎么没带孩子？我带什么孩子？我现在可以不带孩子，我都快双飘了。Cool。我以来这是说段子为借口，让我妈在家帮我带孩子。我现在的感觉简直就是蓬荜生辉吧，属于。感谢腾讯，感谢效果，给了我吐槽我老公的机会。老公，你等着啊，你的好日子在后头呢。段子果然来源于生活。嘿，嗨，不要跟我打招呼了，好尴尬，拜拜。嘿，Yo what's up？ 爱好是说唱，主业是脱口秀，押韵和爆梗我都能玩得溜。一心一意，意气风发，发扬光大。大饼卷肉，我在练成语，你想跟我一起 PK 成语接龙吗？这不是美少女赵小慧吗？啊，今年我能带资进组吗？领导，求求你了。生活太枯燥了，火也火过了，演员也签约完了，脱口秀，试试吧。